气味是一种无形的文字，你只能去感觉，去感受。因为嗅觉是每个人的基因和经验的组合，所以一样的味道，嗅觉却会告诉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故事。在气味的世界里，随着空间湿度温度的改变，每一秒都不一样。为了保持我能敏锐地接收这些细微的变化，空间一定要很纯净。在做空间设定时，除了色彩，我会更在意味道，因为即使别人闻不到那一丝丝化学味，对我来讲都是真实存在的巨大干扰。所以我选择的涂料一定要完全没有一丝刺鼻的化学味。格力乳胶漆即使刚涂刷完，都完全的纯净无味，让墙壁就像一张巨大的白纸，等着我替气味挥洒它们独一无二的故事。